中奎博尔角落的圣诞暖心见面会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？因为想说在大家等待的同时，跟一杰小乐想见到他的心情。开始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频道跟追踪我们频道哦。今天的装扮好特别哦，你是怎样的装扮？圣诞树，亮起来，亮起来，没有吗？哇，这是小乐最小的粉丝吗？哇，怎么可爱！你是参加活动？我数不清了，他从他出生就参加了。是从哪里来？你从高雄，你从高雄。所以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刚认识的。所以你们本来都一个一个来哦、喔。他是看到这穿着小乐的外套，对，小乐，对，是不是去找小乐？是不是去找小乐？可以耶，我好像你很熟哎。好久不见，台北见面会。台北见过，然后带着一群朋友，一群，今天没来，我到台中。吓我一跳，我也是看不到，因为当初消失的那一群人，对，出现了。妈，我是真的有朋友。是什么信念跟想法成为你的动力，让你愿意早起来参加这个活动呢？好，因为爱，爱最大，爱存在。怎么跟人家介绍小乐，推荐小乐？她是一个很真的女生，做，重点奶很大。奶很大。叫我们去看书，对，我妈也是叫我去看书。你就是最好的皮肤很好啊，然后彩妆啊，小乐的品牌我们就是他平民界的代言。看我朋友的肤况，然后跟他们来讲说，你们可以大概怎么做？你会需要我朋友的肤况改善。我就是被他推坑的。值得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脸的状况真的有比我之前用的还要更差。棒的，那这样是最重要的啊。看完书会觉得说，她真的就是很努力、很努力在过生活的女生。对，然后不把家庭啊、工作，还有友情也是很常拔刀相助。对，就像她说，是常常拔刀相助，然后让自己都反而受伤，这样。就真的觉得她真的。是什么样的信念跟想法，从你今天来早起的动力跟参加活动的？因为今年真的过得比较艰辛，那我们其实都是记得小乐的话，就是可以见想见的人就要赶快去见。那我们也很把握这次可以见到小乐的机会，所以每次见面其实都会特别的珍惜，然后特别的舍不得，因为每次都会跟他抱抱，然后说下次见。是我的一个维他命的感觉。维他命就是可以放之后无聊的日常，好像有一点开心的事情。他给了我们很多动力吧。讲到这个我很想哭哎。动力，怎样的动力？小乐总是就是给我们这些他所谓的网友，就是很多正面的能量。对。如果有时候比较低潮，就会看开心。不知道小乐的哪句话或哪个举动啊，对你来讲影响最深？是每一个时刻都很想要放弃，但其实每一刻又都坚持下来了。所以这句话就是什么时候看都很有动力。有人跟他讲说每天看起来很一样，他讲说每天都一样也太可惜了。那我就会觉得说，那我每一天都好像很特别一样，就可能有点无聊。那我会想要有一点。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他真的很好。他就算可能难过，他反而是更努力的做他自己，更想去证明他自己可以做得到。就是在他的文字跟他的有时候私讯他的鼓励下，是可以得到真的可以得到很多东西。就是很感谢他，就是让我走出可能爸爸过世的那个阴影中。今年的父亲节，我在他的贴文底下留言说，这是我第一个没有爸爸的父亲节。然后他就回复我说，以后的每一个父亲节，他都会陪着我一起度过。他改变了，他全身上下都变了。然后打扮啊，然后衣服全部都换，衣服的衣服都换掉，全身衣服都是小乐啊，然后化妆啊。其实认识小乐之后，就会发现知道怎么打扮自己，然后打理自己跟保养自己，然后让自己的就是不管身体里的话，就得到他。然后还可以认识到这么多好朋友、大好姐妹，对，就让觉得整个环境还有心灵都不一样。运动、减肥，这是我
最大的改变。我因为他瘦了8公斤了，就是因为看他明明这么忙，然后他还可以抽出时间运动，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动。可能以前没有想要找一个方法，然后让自己可以每天都活得很美丽什么的，就是一天过一天。了解。然后看了他的书之后，就比较可以激励自己，然后每天都要很认真的去上班或者是做什么事情这样。就是做很多事情会想要说为自己多想一点点，对，有时候会想说很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对，但是看就是跟随小乐之后，就觉得说，哎，要看，反而眼光要在自己身上多一点，对，把自己活得更漂亮这样子。希望可以温暖照亮大家。哎呦。像宇宙中的所有星星，就是小乐给我们的光，我们也可以反馈给他。对，你要不要回头看一下？这是特别为绿色准备的圣诞礼物，好不好？不要害怕，我在身边。感觉都是他在当人家太阳，然后我们都可以当他的太阳，就是希望大家也能成为他的太阳，然后难过的时候都可以想想我，或者是他发发我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愿意给他好好的我。想跟小乐说，小乐你不是一个人，你有我们，然后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，我们爱你。我的辛苦你了，就是带给大家那么多。你也要多爱自己，然后也要温暖自己，不是只有温暖别人的。小乐不管怎样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再忙再累都要多休息。今天付出都有成果，辛苦了，我爱你。很谢谢你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然后有你的陪伴，我们都觉得就是跟你像朋友一样。也谢谢你给我们力量，同时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你最大的后盾，加油！希望你永远都要身体的健康，然后我们要明天也要开开心心。有时候会想要看小乐的影片，但是如果今天小乐换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是希望小乐看这个影片，知道我们真的，我们会有一大群人在后面支持他。小乐，我爱你。这些网友永远都会在，爱你。小乐，我爱你，大家都爱你哦。娱乐，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。冲到公园，然后呢，我在大概几百公里。